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一过之后的，你看蓝天白云啊，天特别的晴朗。今天呢，跟我公婆来地里面种那个花生了。今天的公婆都没有上班，趁着现在地里面有沙呢，把这个花生种一下。都是用手刨的啊，然后机器没法种。然后我公婆说机器种的太潮了，然后就开始干活。你也是，这是种一久。我记得下面这块那年是种花生。哦，那年种花生，这年不是。别种，那那回是你不是那只高，那只不是。北郊啊。可累。可累。哦，这个地是可长了。嗯。俺爹旁边在和卖。嗯。那啥。嗯。我见一个腰里有个虫子，我家那个虫一把拉球，我倒。哎呀，今天用这拉点粉，长能长大花生。哦，这点点花生不长，就让它长点。你这上那个肥料上不摘些？花生大了点，俩花生小了点啥？爹没那小种了，你回去吧。回去了，你一会儿还有地还要看，还要下小了。一会儿要不然弄不准呢，胖眼儿多了。哦，真一会儿白了。就那地平平啊。嗯。那地平平。哦，一会儿俺那不去了。那倒是。那一会儿都用不着，俺一会儿白了。你俩玩吧，我去做饭了啊。嗯。一会儿你爷爷奶奶就从地里回来了，刚才打电话说没有剩多少了。啊。嗯。一会儿做好饭，正好咱们就一起吃饭啦。好，是什么饭呀？炸酱面。我最爱吃的啦。啊。先把菜炒一下，现在都是新的蒜苔。这么开心呢？啊。好像两个小疯子一样。酒没免不上。哦，不少，这都吃了，酒都倒会儿了。这得到了多少块了？嗯，到这儿吃完。带着非常好吃的。嗯。不知道，我妈炒的菜很香，是吧？嗯。炸酱面挺好。一碗炸酱面，俺这说在这都不叫炸酱面，在这说是炸酱面，在这都是这样的炸。嗯，好吃不？嗯，谁爱吃炸酱面？嗯。